像现在的状态比较危险。好，出来出来。来啦。到家了。啊，好棒哦。这是你的妈妈啊、哦。我们一起去。哦，很快很快很快。没有任何的犹豫，没有任何的迟疑，跟着妈妈去了。有空的时候记录一下她的日常生活就好。好。不要吵爸爸睡觉哦。我们就去下一个任务了。好，阿坤的故乡来了。阿坤当时就在这边睡觉，被我绑走的孩子。他怎么那么自在啊？睡觉打呼是怎样的、啊？他已经有家了，他现在过得很好。你去卖闲话了。困眠成病了，你要看困到这样了。哦，喝多喝，没当你啊，当然喝喝。有这一只，有没有假的？就给他养了。哦，所以这里还有小小只的吗？好可爱哦。对呀、啊。对，结扎了。对，有啊。可爱哦。它是很怪嘞，它罐头饲料都不认哦。是这个。就没加猴叫。哦，不会吃，哎呀。它吃肉，我吃皮哦。可以到后面啊。真假嘞？我要卖米的。看要不要关心他一下，是他的猫都吃北奔，瘦到一整条。都很瘦。哎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孩子哎。哪几位？这里有给人摸的吗？哎、真的好多只哦。他们晚上会工作，白天睡觉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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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哥，我可以给他们吃一下吗？身体应该有点不舒服了，他现在呼吸好像感觉有点用力。啊，所以这些猫没有打算帮他们结扎掉吗？登记一些活动，然后就一次扎一扎。哪有猫咪不爱吃肉泥的？来来来来，我是肉泥哥哥哦，看到我有肉泥吃哦，很爱吃的孩子。好了，不要边吃边打人啊。啊，你很棒哦，想要好生活吗？我带你回去好不好？这里的猫咪都不会哈气，都很可爱。欸、不要打人啊，哎，不是我害的，是爸妈害的。还是你想跟我走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哎、欸，他们真的很乖呢，他们在吃不会咬呢，它是慢慢的呢。他们的习性都很善良啊。对啊，小妈妈善良啊。你好棒哦，摸摸我嘞，摸摸啦，小阿虎来，哎、欸，有咬气了。所以这里有阿金、欧连跟阿虎，到齐了，还有没有黑妞？是你吗？勇往直前就对了。这个其实你喂它个几餐，它就是你的猫了啦。这只那么的爱吃啊，来摸摸，摸摸，对，摸摸，就是你，好嘞，都是你就好了啦，别人都不用吃了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吃来吃来吃，给我摸一下。你刚给它抓起来。我看一下它的牙齿状况。你最爱吃哎、欸。我是把你带回去，是在流那个眼泪，要带这只回去吗？我本来没有想抓你的。你现在要也可以抓去啊。谁叫你一直来吃，还那么容易就被我带走了。哦，所以那一只是他从幼猫的时候就给他养了。哦。所以都会给你到位养着啊。哦。专门在抓蟑螂。